哦哦，还没开始这个就坏了，哎呦喂呀！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cy。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两年前台湾很有名的反光镜阿北他已经过世了，那我要响应他这个遗志呢，我决定来实行这个反光镜清洁的运动。大家如果有来山上或者在路边看到这样反光镜脏脏的话，也可以随手擦一擦，擦一面镜子也许你会救一条命。那我们开始咯， Go！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帮手。 Hello， 我是小帮手。喉咙怎么了？感谢发一金库赞助播出。很像油，哇，很有效哎。上次用清水清就比较清不掉，真的是要买清洁剂来清。好险没有掉到屁股，小心你的手着地。哎呦哎呦，很棒对不对？现在是休息的时间，我今天准备的中餐点心是地瓜。现在是下午四点。哇靠，我差那么久了。四点多。我建议大家要买像我这种刮刀会比较好。如果你是用海绵或者是抹布，我觉得好像不会到那么干净。刮刀超好用。都快反光了，这只能尽力，这个不好抓。其实我从来没有。
做家事做这么久过，可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过得蛮有意义的。这样好好看。超赞的。超赞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执行到这里。我们大概差了接近12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非常感谢发艺金库赞助我这个机会，可以来这边做这样的公益和爱心。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